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非常快。今天的来到今天的压轴节目，海洋之光。这是2004年的大会，让大家感受圆明月的美丽。
大家充电，让大家在休假的时间能够到花莲来度过最美好最得力的时光，让你带着满满的能量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，或者是回到你的求学的路上。你说是鲁班奈哈纳乌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谢谢人民处读过处长，谢谢处长，谢谢处长，辛苦了，谢谢阿拉菲斯，谢谢，谢谢我们所有的表演团队，谢谢大师兄表演团队，谢谢给我们所有指导的评审委员，还有所有共同参与联合花莲节筹划的所有的幕后的推手，我们更谢谢郑天才委员及郑天才委员夫人陪我们从投票到尾，是不是给他们掌声好不好？谢谢。最后，请大家感谢我们的警察局、消防局，还有我们所有的清洁监督，更谢谢所有的大家。What's up?